挑战极寒结束，今天来给车做一个整理吧。趁着今天这个天气好，太阳也挺大的，给车做一个大扫除吧，好好的整理一下这些东西啊。看一下，现在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全部给拿出来了哈，全部给拿出来了，东西也是特别特别多。然后本来挑战极寒结束应该做一个全面的一个总结的，跟那个极寒之旅做一个总结，但后来想了一下，真的这一路太难了，令我这个身力交瘁。到了山东东营这个地方，我还休整了几天。我说几个关键的数据吧哈。极寒之旅历时2个月，然后最低温度是-45°左右，总花费是14000多。然后这路啊，我的流量也没有涨，反而我掉粉掉了6000多，接近7000粉丝。哎呀，这个风也吹起来了。下面是太阳能板，4块太阳能板卖了2块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哈。哎呀，真的，说实话，走下来挺疲惫的。看一下，现在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车啊，然后这是这一件大衣哈，大衣，这个是睡袋的一个升温毯，然后这驾驶室这个脚垫这些拿下来了哈，这边这个脚垫拿出来了，你看那个化成那个冰水，现在都没有，现在已经融化了哈。然后后面最前面这块板子拿下来了，后面的板子没有动，因为动下来到时候比较麻烦。然后这些都是乱七八糟的一东西，这个睡袋是拿来备用的，结果一直没用。反正大包小包真的很多，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处于都搬空了哈。搬空了。这一箱下面这一箱主要是衣物吧，还有什么帐篷，天幕之类的都有。这厨房的哈，厨房的，这是我床上睡的，煤气罐拿出来晒一晒。看这个，这是融化的冰水，就是这个颜色。车里面等一下扫一下，好好的扫一下，刚刚怎么拿下来。看一下，哎呦，这个垫子你看它搞成什么样子了，我去，这反过来晒吧，反过来晒。然后前面这个垫子还拿不下来了，前面这垫，你看这冰渣子，现在应该能拿下来，听声音啊。全部粘着，看，拿不下来，冰渣子，全是冰，拿不下来呀，非得把它扯下来，看没有，这全是冰啊，现在都没化，现在已经离开那个，你看这全是冰，离开极寒也是好多天了，下面全是水。扯下来了，晒一下，你看这全是冰，这上面的还是冰渣子，使劲把它扯下来的。看这里面听听，这毯子正常的话，你看像这些地方不会发出那种声音的，你看全是冰，然后真的太冷了。然后这是在到达了山东东营才买的萝卜，看一下，这都给冻了，冻成这样子了。这个东西啊，挑战极寒都全程这两个电源都是处于一个瘫痪的状态啊。然后出了内蒙哈，到达我看一下到达什么地方啊。
到达长春之后，那个车上的电才可以用，拿个东西压一下，就用这个电源压一下吧，免得它跑了哈，才可以用。然后现在我也把这些东西全部的这个进行一个收拾一下，收拾了之后，我就去，就算开始我的这个沿海旅行了吧哈。然后今天收拾好了，我会赶到下一个目的地，也是一个开头吧。真的看着这些东西啊，真的是就能感受到我这一路走下来多么的心酸。顺便再多一句嘴，就很多人其实一直以来，就是包括我挑战这个极寒哈，决定挑战极寒还没有出发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持反对的意见，甚至说基本上没有人看好我能挑战成功。然后我依然的坚持自己内心的想法，去走完了全程，去挑战成功了。然后我也不是说是炫耀哈，我是一直认为，就是要让自己去经历一下啊。我也知道我有很多选择，我更多选择，也可以有很多的更优更好的选择，最终我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极端极寒的一个线路，这样子去走。其实走下来这一路的话，虽然说我也没有涨粉丝，也没有任何收益，反而还倒贴了10000多块钱进去，但是我也实实在在的，我也收获了很多东西。我知道很多事情要自己去做了你才知道，不是说我们遇见困难了就要去退缩，我们应该想办法去勇敢去面对困难，然后去解决困难。经历了各种各样子的千辛万苦，还搞得头破血流，很多人说是得不偿失，其实我是得到一些的，至少得到一些就不可替代的一些经验嘛，它是唯一的，它是有独特性的一些真实的经历。还有我这个头，其实现在我碰见我这个头啊都痛，所以说现在你看我乱糟糟的，我也不敢去洗。说一句你们可能都不相信的话，小明是一个有洁癖的人。好，开始搞。车里面简单的弄了一下，然后打扫了一下，主要是这些东西等一下还得整理了，然后往车上搞。然后我这个轮毂啊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轮毂感觉是在哪里啊？这下面看不到出来，反正也感觉越来越严重了嘛。哎呀，先这个轮毂我就不准备弄了，搞了在网上买了两个这个雨刮条，这个雨刮条我得把它给换了，这个东西是重中之重啊，这擦玻璃一点都擦不干净，现在把它给换了哈。这个没有反顺吧？我看一下，刚才已经打开了啊。你看一个长一个短，短的应该是这边，长的是那边。先把这个它保护的这个拿下来。对，没错。你看这个雨刮条已经成这样子了，看一下，已经成这样子了，给你们看，已经成这样子了，根本都擦不掉了，它这个已经老化的非常严重了，所以说我这个东西就必须得把它给搞好。这是怎么取的？我以前换过一次这个东西，先搞忘了，先把它给拿起来，我记得是怎么一下子把扣进去就好了。
按住哪里？搞忘了怎么上吧？哦，对，从反方向轻轻一推，哎，啊，从反方向轻轻一推，轻轻一推，哎，我上去啊，哎呦，反方向轻轻一推，哦，轻轻一推，这么轻轻一转，哎，咋搞的？这可以转过来的吗？哎，轻轻一转，哎，我转过来这咋搞的？哎，对，这是搞好的，然后从反，哎。研究一下，这应该是正确的。怎么卡？怎么扣进去的？哎呦！我上次记得轻轻一下子就把它取下来了，看这能滑动啊，这应该是正确的，这应该是正确的。先把这个拆一下，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损坏太严重了。看这个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，这油膏条看没有？这已经这个是铁了，看没有？这油膏条已经是这样子了，我没有掰它呀。这老化了，你看这个，所以说你这个也是一样的，这是怎么搞的？我记得很容易就把它拿下来了，然后又扣进去了，就是把这个拿下来，这个把它扣进去，这个把它扣进去，扣把它抓进去，按下去就可以了。咦？研究一下，真的是丢人现眼的哈。这是好的吧？我他妈，我是暴力把它拿下来了。这盖子，完蛋了吧？我尝试一下安装一下，短的，这个长的，短的，这个，这个盖子，这不会是这样子的吧？不对，哎，不对，这个盒子应该就是这样子，应该就是这样子的。这个不是这个车上的啊，这个应该是这个雨刮条上面的啊，因为它这两个雨刮条不一样嘛，啊，它应该就是这样子的，应该就是这样子的。这拉过来，好，就这样子。就这样子，把这个配件给把它给弄下来，把它弄下来。好，去上试上另外一个，这个应该就是这样子搞的哈。试了试点专供。好，这个同样，哎呀，哎呦。
就这样子了吧，大概就是这样子吧。啊，好，好好了，应该是这样子的。但是这上面为什么没有盖子啊？这上面为什么没有盖子啊？多他妈多几个配件下来，但是这个看着好像很难看啊。哎，看一下吧，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好 ，OK， 真的天才呀、啊！没有暴虐解决不了问题。然后现在开始把这些东西往里面装，再给你们看一下我收拾好的效果哈。看这个前面这些东西就不怎么弄了，因为前面我经常在收拾。奈何这个东西多了，东西多了没办法搞。然后那个水把它擦掉了，然后在后面也把这些什么垃圾之类的给扫了哈，给扫了。看里面，哇，是不是非常好。这个东西啊，擦了很多水出来，然后那个冰啊，刚才用这个把它给基本上刮掉了。但是这刮不完全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好，又搞到了天黑啊！啊，天马上黑尽了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感觉好像不太对呀、啊，这个声音。现在差不多。这晚上看不出来呀。就这样子吧，我是小明，在这里将记录下我这一路的旅行经历和精彩故事，愿与您分享。感谢观看，喜欢的朋友请帮忙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